这是俄罗斯最牛黑帮，为了让美国总统生不如死，直接把他老婆打成筛子。美国总统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为了你老婆，千万别模仿。一个平凡的狂欢午夜，黑老大的儿子刚在舞厅开卡座，结果就被 FBI 半路截胡。这谁能忍？他当场掏刀子示威，谁料美国人不讲武德，掏枪偷袭，枪响人亡。消息传回俄罗斯，黑老大怒不可遏，直接向美国宣战。FBI 和 CIA 联手迎战，结果却被按在地上摩擦。短短两周时间，就挂掉几百号人手。同时，两名局长的命被标价7000万，人头换现款。顶级杀手豺狼立马接单。为尽快摸清黑老大行动计划， FBI 设下天罗地网，秘密逮捕黑老大对外联络员，用残酷的电刑逼供。不成想对方有着严重心脏病，还没来得及坦白就彻底咽气，这还真是给机会都把握不住。不过 FBI 还是在零碎供词中获取了豺狼这个字眼。豺狼心狠手辣，神出鬼没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。他在世界各地犯下无数场堪称完美的犯罪，只有六个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，五个死了，只剩下一个知情人，但下落不明。唯一线索是这人名叫西利亚，曾和爱尔兰共和军狙击手莫昆交往过。莫昆于1989年因走私军火被判入狱25年，现在还在监狱服刑。他们要想了解敌人，就必须通过莫昆找到西利亚。 FBI 副局当即行动到监狱，要求莫昆配合。莫昆直言谁也救不了豺狼相中的猎物，除了他。他曾见过豺狼，想要他配合有个条件，那就是保护好西利亚。当初西利亚流产，自己入狱全是豺狼搞的鬼，他协助 FBI 也是在为自己报仇。很快莫昆离开监狱，带领副局一行人找到西利亚。西利亚早已另嫁他人，儿女双全，但见到莫昆的那一刻，她还是当面给丈夫戴了顶绿帽，与前男友紧紧相拥。丈夫也是老实人，主动离开避嫌。从西利亚这探员得知豺狼大致的身形模样，随后留给他和莫昆单独相处的时间。西利亚偷摸塞给莫昆一把车钥匙，车里有一本护照和10000美元，他希望莫昆逃离这里，但莫昆不愿意，索吻无果后乘车离开。另一边，豺狼已经开始行动。他先是在机场偷了一本护照，然后前往英国找相识的造假专家更换护照信息，再去银行存7000万酬劳。期间他利用经理的电脑在暗网上联系军火商，订购中距射程的高射速枪炮，要求商家直送蒙特利尔。武器谈妥后，豺狼更换面容身份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蒙特利尔，在这里购买了一辆车，秘密洗刷贴膜。随后他约见技工小胖，根据武器图纸让其改造枪座，同时更换几弹驱动机以及车用电池。此外他出价40000美元让其用钛合金制作操控机车火炮所用的遥控器。一切安排就绪，他再次变化身份来到美国，去一家新希望儿童医院对楼进行踩点。两周后目标人物将在这里参加启动仪式，这是暗杀的最佳时机。唯一的问题是他的火炮机车没办法进入，为此他专门到全是男人的酒吧勾搭一个在 FBI 工作的男人，顺势来到对方家中。男人本以为会春宵一夜，不成想豺狼只是看中了他带华府牌子的车，砰砰两枪被送上西天，中枪位置很尴尬。接下来就是验收武器，豺狼把武器搬运到野外，对准了眼前的小胖，长焦镜头加上每秒1700英尺的枪口速度，小胖究竟会是被打成筛子还是马蜂窝呢？注意看这把巴雷特，他还装有比八倍镜有100倍的800倍镜，能够轻松锁定2万英里外的目标，子弹个头比拇指还粗，附带爆炸效果。男人把子弹装进弹匣，拿出特制控制器连接电脑，他安装操控杆，枪炮立马启动，转换方位，镜头精准锁定2000米开外的南瓜。接着他打开发射装置，按下红色按钮，子弹虽没命中南瓜，但却炸倒一棵10米高的大树，威力可想而知。测试完精准程度，豺狼往电脑里输入方位，测试自动锁定功能。一旁的小胖翘首以盼，结果却看到枪口对准了他。他以为豺狼只是在跟他开玩笑，没想到对方一脸认真，他马上跑起来。这下子他被彻底吓懵，撒丫子一阵乱跑，企图用 S 线摆脱锁定，可不管怎么跑，枪炮仍死死锁定追踪着他。危急关头，豺狼突然叫停，让他转过身来举起香烟盒，小胖无可奈何，只能乖乖照做。豺狼缓缓移动操作杆，调整红心锁定方位，紧接着按下按钮，
随着一声枪响，香烟盒安然无恙，小胖的胳膊炸了。这还不算完，豺狼命令他移动到轿车旁边，枪口也随之移动，确定无误后，豺狼再度按下按钮。小胖就这样被打成碎片，死不瞑目。豺狼事不关己，开车将枪炮运送到货轮，准备前往动手地点。途中他突然接到线人电话，得知老熟人莫坤正在协助 FBI 调查他。为了除掉不确定因素，他主动暴露位置，顺利吸引莫坤后立马掏枪射击，结果探员及时赶到，他只能仓皇逃走。莫坤跟豺狼交手数年，深知对方心狠手辣，死记不行肯定会另寻他法。而事情发展出乎意料，豺狼再无动作，一直等到儿童医院启动仪式当天，他才重新出现。这天，豺狼开着改造的红色货箱车来到儿童医院对面，确定角度不错后，换装成警察混入现场，探查警方布局。FBI 和 CIA 直到此刻仍以为豺狼的刺杀目标是局长，根本没让局长出席这次仪式。就在他们以为万事大吉时，莫坤突然察觉不对劲。俄罗斯黑老大向美国宣战，肯定不会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人，要想让美国彻底乱掉，那只有除掉美国总统，可总统又不出席仪式，那么就只有总统夫人。 FBI 副局立马意识到不妙，当即带人赶到现场。此时总统夫人已经出场，豺狼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，远程确定目标人物无误后，立马走到车旁准备行动。不成想一辆警车路过，他赶忙上前交涉，表示并未见到可疑车辆，成功逃过一劫。然后他来到隐秘处，掏出包里的遥控器连接电脑，操控车内的重型枪炮对准总统夫人。就在此时，莫坤乘坐直升机抵达高楼天台，架起狙击步枪扫射现场。很快他就发现了搭载枪炮的红色货箱车，正当豺狼准备按下按钮时，莫坤抢先一步打爆枪炮镜头。俄罗斯杀手有多牛，远程操控每分钟1400发子弹的高射速巴雷特，对准美国总统夫人就是一阵突突，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 FBI 副局猛地扑倒总统夫人，但豺狼仍不死心，继续疯狂操控着枪炮射击，将整个现场打得一团糟。为了解除枪炮威胁，狙击手瞄准车子，一枪打穿油箱，直到汽油越漏越多，他才加补一枪，随之汽车爆炸，枪炮尽毁。远处的豺狼也玩够了，临危不乱地起身离开，换上便衣后直奔地铁站。莫坤似乎早有预料，在后穷追不舍，见列车即将到站，他直接从电梯扶手上滑了下去，是要抓到豺狼。可豺狼是个真狼人，在列车进站的同时一跃而过，跳到了站台对面的轨道。莫坤以为他会折返离开，不成想一回头，对方正顺着铁轨逃进隧道，于是他连忙追了上去。豺狼腿部有伤，只好躲到一旁，寻机瞄准莫坤开枪，不成想枪枪打空，而且反被莫坤击中腿部。就在这时，两辆地铁相向而行，莫坤躲闪不及，只能死死抱住警示灯，这才避免被碾成肉泥。等到危机解除，豺狼早已登上站台，无差别射杀一人，随即挟持一名女性充当人质，在莫坤赶来时威胁其放下手枪。莫坤无可奈何，只能照办，眼睁睁看着对方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又一个枪口瞄准豺狼，一枪中喉，来人是莫坤前女友。前女友上前扶起莫坤，结果豺狼还没死透，掏枪准备拉人垫背。莫坤及时发现，率先将其打成筛子，职业杀手就这么遗憾败北。狙击职业杀手作为一部动作片，紧张有余，激烈不足，剧情缓慢，打戏甚少。不过作为一部90年代的片子，它依旧是无法忽视的存在。